尽管提到大张伟这个名字，大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还是那个热热闹闹蹦蹦跳跳的样子，但除了常见的没心没肺，大张伟还有有情有义的一面。得知一位抱病在身的粉丝坐着轮椅赶来，他第一时间走下舞台，蹲在轮椅旁边与无法上台互动的粉丝完成了一张特别的自拍。行嘞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快乐 happy 耶。他也会抱起吉他，一本正经地献上温柔的情歌。每次我看到你们的笑，因为你们永远是笑着对我的，无论是走到每一个地方，只要看到你的笑，然后跟别人没有任何的关系，因为你们的笑永远在我心中，就是那个感觉啊。此外，大张伟还捐资筹建了一所希望小学，这所人间精品希望小学将在河北建立，工程周期大约18个月。大张伟除了亲自到场希望小学的奠基仪式之外，他也呼吁粉丝们一起加入到公益队伍中来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享受快乐更要传递快乐，拥有爱更要表达爱。我们除了就是说那个大家就是咱们互相开心的时候呢，就是购买那些东西，平时那些钱也可以稍微那个献出国力，为咱们的学生们去做一些书包啊书本的这种购买。其实一切都是表达一个字，就是爱。不仅是咱们要爱彼此，咱们要把这个爱更多的传递给全世界，好不好？